装傻，不想浮夸，隐藏才华，躲角落说话，慢慢的开始有了变化，被发现了吗？在你左右做皮卡丘，释放电流，赶走了烦忧，感谢遇见那一神小伙，哎呀，哦，舒服啊！就是应该多泡泡澡，这样有助于体内循环。哎，我们都没拍张照，拍张照吧。啊，对呀，拍张照，拍张照，来，瑞总，上。哎，你站在前面，你脸小，不会拍。哎，来嘛，快。哎，我进去了吗？哎呀，拍的什么呀？我来吧。来，来，一。二三，茄子，耶！好，哎呀，我好像闭眼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去哪儿？我就不去了。那个，我想先回趟家。车票买好了吗？买好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那个，我也先走了。我跟朋友约了漫展。那我也走了，咖啡厅还有事儿呢。拜拜。那。我也走了，下水就直说嘛，就是，这怎么都走了？那，黛西啊，我们去商场逛逛，走。哦，哎，跟上。那个，你有什么愿望？我以前有，现在你呢？我以前没有，现在有。离车站好像还挺远的，要不我打车回家，顺便送你过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走过去。哦。还有就是，你放心吧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多管闲事了。你跟麦斯中的事，你自己解决吧。你去省队要不要多备几双鞋啊？一双够吗？我都要走了，你就没想单独跟我多待一会儿吗？你现在思想很危险，我可不能单独跟你待在一起。
要不然你总是想冲我想干嘛？吃饭，他想吃饭，饿了。瞧你这黛西去，走，走。怎么样？微微，你昨晚和麦思冲，说你们干什么去了？也没干什么。没干什么？你脸红成这个样子啊？梅微微同学，你和麦思冲才交往多久啊？怎么了？难道要交往很久才能做那种事吗？那，你们，哎呀！你得帮我看着麦思冲，他也太那什么了吧！我家微微可是初恋，初恋啊！呦呦，还不让看了啊？谈恋爱人就是不一样。滚蛋！前段晚小些什么？哎，你和梅微微什么进度啊？李黛西说你也太那什么了，你俩是不是？是不是什么？梅微微同学，你们的恋爱进度未免也太快了吧？你怎么能被他牵着鼻子走呢？你要自己学会把控进度。那要怎么把控恋爱进度啊，李老师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女生说不愿意就是不愿意，不能男生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可是我挺愿意的。你这是为色所迷，才会被他骗得团团转。我们家微微昨天还是一个内衣不成套的小姑娘，今天就被他骗得光光了吧？什么呀？不是你说的那样，我没有。你跟李黛西想什么呢？过来，过来。我跟梅微微，我跟麦思冲就牵了次手，什么也没了。亲了一下。嗨，就这样。那不然呢？那把你高兴成这样，我还以为你俩干什么了呢。能干什么呀？那李黛西让我天天看着你，你俩在学校不天天拉手吗？你们死。哎呀，我不跟你说这个了，我要去找美玲老师了。这个寒假你跟瑞哥都要去省队集训了，慧慧也搬出去了，连个联机打游戏的人都没有，就只能剩我一个人孤独终老了。谢谢。你为什么要来陪我加班啊？我就是想找个地方看会书。哦。于心，你有时间吗？叔叔你好，我是雨欣的同学，也是他的班长。虽然不知道你今天来这儿要做些什么，但是这里是公共场所，请你不要动手打人，也不能骂人。你放心，她是我的女儿。那我就在店里待着。你来干嘛？你整个寒假都没回家，我想你了，过来看看你。这些年我太忙了，没有照顾好你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我辞职了。辞职？我决定离开 FT 开一家咖啡厅，我可以有时间照顾你了。雨欣，那天是我太冲动了。
我很后悔，我真的很后悔。我这些天在家里想了很久，过去陪你的时间太少了。再独立的女孩，也需要关心和照顾。以前的日子无法弥补，但爸爸发誓，我从现在开始努力做一个好爸爸。爸随时欢迎你回家。那我先走了，我会进城过来看你。你怎么去那么久啊？经理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那个没缓过来呢。这也是工作场合，需要战斗。今天晚上必须要把这个项目给谈妥了。经理，我吐了三回了，我这真喝不下去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跟着老张那么久，你学什么了啊？我就劝你一次，别最后把自己弄得跟他一样，被这个时代给淘汰。这个机会可不是谁都有的。人家李队那么看好你，你就把他喝开心，这一顿酒的事就完了，要不然还有第二顿。来了，干了啊！小伙子，不错，不错啊！你这个学习表现不错，我问过教秘了，你的 GPA 达标，符合转专业的要求，把表填好了交给我吧。啊，老师，这个最晚什么时候交啊？当然是尽快了。微微，嗯，你想好转什么专业了吗？没有。怎么？不想转专业啦？麦思冲是游泳运动员，你是他的专属康复师，他去哪里比赛，你就可以跟到哪里去，是不是很幸福啊？谢谢。这是我的专属康复师梅微微，也是全世界最好的康复师，当然也是我最喜欢的人。幻想吧，你就不怕你带电的事情被人发现？哎呀，那倒也不是。哎，回来了。转专业。微微，其实我一直都不太明白，你在这个专业学的挺好的，为什么要转专业啊？是觉得咱们专业有点土？哦，不，我是有别的原因。梅梅是不是住这个宿舍啊？哦，楼下有人找你，那我去看看啊。
哎呦，我找一下薇薇。你是大几的？这么重的酒味儿。薇薇，不行，我今天太晚了。必须见到薇薇。回去再说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明天再说啊。有什么事？好了，阿姨，对不起，他是我朋友，喝多了。你们现在是学生，不能喝这么多酒。不好意思。好了好了，送他回去吧。好。你怎么喝这么多啊？慢点走。又来找薇姐，这也太腻了。她晚上吃不饱会生气的。慢点。有台阶，小心啊。没。你怎么喝这么多啊？没事。你宿舍有人吗？我让他们来接你，啊。你还好吗？喂，薇薇。喂，麦思超，庞曼学长他喝醉了，我现在……我告诉你，薇薇是我的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知道吗？你干嘛呀你？兰儿，这是你送我的钥匙链，我一直留着呢，收下啊。好，我收回。我不用你收回，我要你留在我身边。学长，你喝醉了，我去给你买瓶水，冷静一下。你明明是喜欢我的，为什么现在变了？为什么我不能在一块儿？薇薇，只有我是真心实意对你。麦思聪心里只有游泳。放开我！你放开！算了，麦思聪，算了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刚才。被拽的疼不疼啊？哎，没事儿。麦思聪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气我多管闲事。我是生气了，但我不是生你的气。我生气，我为什么不能跑快一点？我生气。我为什么不能时时刻刻守在你身边？我生气，作为你男朋友，为什么还让你难过痛苦？薇薇，我马上就要去省队了，我希望。你可以把所有的情绪都告诉我，我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怎么，专门跑来公司打我？别再用任何理由靠近梅薇薇，否则我绝对饶不了你。我为了她什么都可以做，你也知道，我和她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回忆。我过来不是听你说废话的，我只想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离梅薇薇远一点，听见没有？谁规定我不可以喜欢他的？
什么才叫喜欢？不用我一个后辈来教你吧。小麦，你到了省队以后，你把你的个性收一收。你初来乍到的，你得跟人好好相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哎，知道了。还有晚上要熄灯了，你就好好的睡觉，你不要偷偷玩手机啊。嗯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妈是想把家都给你搬去啊？行了，老妈，够了，这个也不要了，到时候被同学们看见又得笑话我。笑话什么呀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就这样。走了。你不是不喜欢榴莲糖吗？现在其实觉得也还行。少来吧你，走吧走吧，走吧。那我走了。路上小心啊！拜拜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幼不幼稚啊？这么大动静，怎么可能听不见？嗯，某些人这么大了还吃榴莲糖，难道不幼稚吗？就知道你爱吃。你不喜欢？也是，这么好吃的榴莲糖给你吃可惜了，我吃才对。还幼稚好不好？我走了。嗯，去吧。你到了那边记得每天跟我视频啊。哦，每天的行程都要报备。知道了。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训练。这年轻人一个个的还走不走了？行，走吧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别担心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嗯，那我走了。去吧。拜拜。拜拜。我代表教练转告大家，封闭训练期间必须统一上交通讯设备。每天训练结束，我们会发放手机，会有一个小时时间去联系家人和女朋友，其余时段不准分心。把手机交出来。手机呢？我没带手机。没带手机？把手机交出来。教官，各位同学，回去早点休息，原地解散。
倒准队了吗？队友怎么样？夏瑞跟你一个宿舍吗？谁说太多误会难以脱口，只想透明行走。当你出现在我身后，打量了邂逅，喜欢没理由，莫名的追求，反应奇妙之间，感觉如此特别，激动的花火。心动声，我听你的情话，全世界都被你占有，忧伤快乐因你涂满颜色，愿望糖果不想再掉落。怦然心动，把梦都拯救，我用心跳为你加油，是小魔咒，决心从今往后，爱的典礼战胜你到永久。出现在我身后，打量了邂逅，喜欢没理由，莫名的追求，繁衍奇妙之间，感觉如此特别，激动的花火，怦然心动声，我听你的情话，全世界都被你占有，忧伤快乐因你涂满颜色，糖果不想再掉落。怦然心动，把梦都拯救，我用心跳为你加油，是小魔咒，决心从今往后，爱的典礼战胜你到永久。怦然心动声，我听你的情话，全世界都被你占有，忧伤快乐因你涂满颜色，愿望糖果不想再掉落。怦然心动，把梦都拯救，我用心跳为你加油，是小魔咒，决心从今往后，爱的典礼战胜你到永久。